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Yo Yo， 我是鲁特。哇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只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角色，那就是马洛斯，出场率还蛮高的。那我相信呢，为什么他出场率会这么高呢？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嘛。那最简单的原因，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他守塔非常的强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玩玩看他。那今天我们走的路呢是一个凯撒路，那对线到的是一个赵云。那一开局的时候怎样看到哇，对面直接来反我们的红哦，于是呢我们就跟队友一起过来，来把对面的这只红 buff 给他克掉了之后呢，赵云哇追着我们的克里希狂打猛打的。但是呢对面拿完红 buff 之后呢，哇，他们可能不知道马洛斯在前期非常的强哦，尤其是这种野区的小碰撞，于是呢我们就直接收掉两个，他们太贪心了，在拿完红之后还想要再跟我们打。那为什么马洛斯在前期的小碰撞会这么强的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第一个他的一技能，也就是那个拔刀斩，有没有？只要有拔到敌人、拔到英雄的话呢，下一次的拔刀斩可以让他回复生命哦。而且呢，这样是打真伤的，对敌人是造成真伤的伤害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他在前期这么猛的原因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带的一个奥义呢，是一个金身刺杀英勇哦。技能呢，由于我们可能。哇，面临要守塔哦，那于是呢，我们先把二技能给它优先点满了之后呢，在会战里面呢，可以为我们吸取大量的护盾，可以变得超坦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一技能给它点满。好，这边呢，在中路蹲到了一个图伦，那图伦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草丛里面，还往前顺了一下之后呢，又交了一个瞬移。就这时候呢，哇，全部人都过来哦，于是我们就直接跳了一个大绝，然后呢。想说图伦会死，所以就刚刚就先去打那个赵云了。但是呢，图伦没有死，那往回顺的路上呢，又被我们再拔一次，于是呢，他就这样死掉了。打完刚才那波之后呢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来吃个红的、啊，但是哇，没关系哈，我们的队友没有跟过来。哦，那那个佩纳的鸟实在是有够烦的，就是我附近有其他单位，像是野怪或者是我方的英雄的话呢，那个鸟就会一直跟过来啊，真的是有够烦的啦。好，那这边的这个纳克可能看到我身上有双 buff， 于是怎么样，就直接哇要往我这边打、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大绝，没关系，我们的佩纳就这样英勇的牺牲了之后呢，准备要交一个瞬移，看如果他们还要继续打的话呢，我们就顺走，因为再打下去可能会死掉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要以防说他们想要来推这座塔，于是呢，我们赶紧的把这座兵线给它清掉之后呢，血量太惨了，先回家一波再说。好，比数来到4-5，我们的战绩是301啊，哇塞，前期就有三颗头，算是蛮猛的一个战绩哈。好，接下来说一说装备的部分。一开始呢，我先出了一个物防鞋之后呢，上了一个橘盾，再出了一个冰袍之后，上了一个王者，那再出了一个仙灵。最后呢，再把一个复活甲给它合出来。那其实啊，我觉得马洛斯在这一版里面可以出尝试出一个冲锋战甲，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新的也是很 OP 的装备哦。它可以让我们呢在坦伤害的同时呢，增加我们的输出还有跑速哦。那马洛斯又是一只很需要就是跑速的英雄，他最怕的就是被拉打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位移，有啦就是大招啦。但是大招呢怎么样？跳一次之后，下一次再跳，可能要隔很久才可以跳。哇！就这时候呢，我们本来想要来赶来支援我们的队友，但是我们的克里希非常的秀啊，直接把图伦给秀掉了哈。那没关系，清完中兵之后呢，要帮他清那个中兵，因为他刚才的状态是要回家的。清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回来上路。那对线赵云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很简单啊，就是我们的拔刀斩呢，最好每一下都拔得到他是最好的哈。那他要跟我们打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二技能在吸他的同时，也尽量要吸到小兵哦，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。就这时候，这个纳克没有，刚刚没有发现到纳克已经来了，应该把兵线给他卡在外面的，很可惜哈、哦。那再跳了一个大绝，为时已晚，他已经被拆掉了，于是呢，就这样英勇的牺牲了。
好，复活之后呢，看到这个特安纳斯哇，走到塔里面杀我们的叔吼，当然要为他报仇。跳下来之后，低下拔刀斩，可惜走得太前面没有命中。那怎么样？当然接下来再拔一次，然后再加一个瞬移吼，想说要帅一下。既然都带瞬移了，当然就是要拔瞬一下，对不对？虽然刚刚那一下好像不用瞬移也是打得到的，不过呢，想说要帅一波，就是给他拔下去之后再给他瞬出去，这样全场的焦点就会在你身上。比数来到了11-10，我们的战绩是4-11哈。那由于刚刚塔沙特尔的关系呢，哇，实在是血太少了，所以就先回家补了一波。之后现在走出来的时候，马洛斯那个翅膀都会震动，真的超帅的啊。那我们的兵线呢，哇，这边有很多支兵线来吃兵，给他补一下经济哈。那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队友已经全部都在中路集合了啊。那我们当然怎么样？也要意思意思过来一下哦，就算没有要打起来，也是要再附近一下。好，那这边的这个赵云把这波兵线给他清完了之后呢，可以看到纳克就在我们附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跟他打了、啊，跳了一个大绝之后呢，他交了一个瞬移，我们再接一个拔刀斩。血虽然被消耗到非常低，但是呢，我们只要持续拔刀斩，有拔到他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为自己回复生命哦。所以呢，哇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压血魔王啊，非常的猛。打完刚才那一波之后呢，再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之后，我们再回家哈，让他们的塔看纳克会不会来守这座塔哦。结果果不其然，他就出现啦哦。因为如果他不来守这座塔的话，那一个塔可能就爆了哈。好，复活了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队友的位置在哪里哈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有两个队友是往生的状态，还没有复活的状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往上路给他靠近。看到赵云刚刚在吃鸟鸟，没关系，不急，我们先躲在草丛里面来一波阴的哈。等他走到草丛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再跟他打。果不其然，他就来探草啦，但是第一下拔刀斩没有命中他，那我们还是要先把兵线给他清掉哈。这边呢，哇，直接开了我们一个大绝之后呢，开始拔刀斩跟他打了起来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在拔完之后呢，先不要急着黏他太近，因为呢，他大绝的效果那个普攻呢怎么样？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比较痛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跟他拉开一点距离，之后持续的拔到他，然后呢，刚刚交了一个瞬移之后呢，把赵云给他收掉了哈。那结果呢，我们的队友哇又死了三个，但是呢，这个纳克看到我血非常惨，直接塔杀我。我们就这样英勇的牺牲，复活了之后呢，看到队友在吃这个深渊魔龙克德，然后也成功的给他克掉了之后呢。看到赵云准备前往我们的红区，他不知道在这边干嘛齁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观察一下，看一下敌方的位置大概在哪里。结果这时候呢，他看到克里希交一个瞬移之后，一个拔刀斩最远距离成功的捡到尾刀，非常的开心，这个尾刀可以说是捡的非常的艺术啊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的因为对面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齁，那这边呢，我们这一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打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跳了一个大绝，但是什么人都没跳到了之后呢，我们非常坦啊，在里面狂砍猛砍的吼，成功的把图伦收掉了。好，那在我死亡的这段期间呢，队友又开始吵架了哦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就算是顺风也好，也会吵啊，逆风也会吵啊，也是不知道在吵什么的吼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安静的打我们的，因为这是传说对决，不是打字对决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不用打字吼。也不用理他们。结果这时候呢，我们的队友在蓝区打了起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吸一个二技能之后呢，直接给他跳进去了之后，我们的伤害还蛮高的吼，然后也蛮坦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打。那可以看到呢，这个赵云一直在躲我的拔刀斩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拔刀斩完之后呢，下一下普攻有冰跑的一个优势，所以可以成功的缓到他，最后呢，把他们全部五个人都 ace 了吼。那其实这时候呢，等级已经来到了差不多14等、13等、15等了，所以复活一次的时间都蛮久的。所以这一波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怎么样，把高地塔给他打掉。看到特安纳斯出来，直接跳了一个大绝之后呢，成功的把他收掉。但是这时候纳克已经复活了，哇，我们的书就这样直接被收掉了之后呢，我还很英勇的在前面坦啊。那因为对面的佩纳也复活了，所以这一波就没办法继续打啦。那我们的血量又是比较偏少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稳稳的回家补一波，把状态给他补满了之后再出来。那现在比数来到了25-26啊，我们的战绩是一个8-35的一个战绩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这个装备差不多也出到最后一件了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复活甲给他合出来哈。那结果这时候呢，哇，对面把眼魔神凯撒给他克掉了，那纳克罗斯把他放在了我们的凯撒路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先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之后，把这只
天空巨龙给它克掉，那纳克罗斯在基本上在现在打我们的是不太痛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安稳的把这只龙卡在外面哈，不要让它去推到我们的塔。那结果我们纳克对面的纳克已经转到了哇中路了哈，那结果我们一个支援不及，中塔就这样爆了。那队友呢，我们的队友还在下路。结果这时候呢，我就看到纳克想说可以收他的、哦、一个拔刀斩有拔到他，但是呢他在草丛里面一直疯狂跟我们拉打，对面的图伦也过来了，但是他没料到我的伤害还蛮高的、哦、一个普攻他就死掉了。那对面的纳克还在持续的拉打，那佩纳一个人呢哇补不起来、哦、直接被拔刀斩给他砍掉之后，纳克在进场的瞬间刚好也被拔刀斩给他拔到了，于是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三连杀之后呢，对面死了四只啊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机会哈。于是呢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呢，就是赶快中路给他滴滴隆哈，直接给他撞进去，把这座高地塔给他破掉。但是我们的书还在下路清兵线呐、啊，哇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跳了一个大绝，在兵线还没到之前呢，保护好这个炮车哈。那成功的把这个塔给他拔掉了之后呢，图伦已经复活了。那特尔一直狂点猛点我啊，于是呢，我们交了一个瞬移之后被图伦给他电死了，但是我们有复活甲。复活了之后呢，哇，被特安纳斯一直拉打，我们就这样又死掉了哈。打完刚刚这一波之后呢，对面又死了两只，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啊，因为我们牺牲我们一条命，那换到了对面两只，于是呢，我们的队友在集合之后呢，就可以成功的把这个珠宝给他点爆啦，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游戏啦。哦，那马洛斯在打边线啊，真的是一只非常好用的英雄哈，又坦又能守塔又能进攻的。加上他这次改版之后呢，鲁特真的觉得变得蛮猛的齁。好，那如果看完这部影片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，你们的留言还有订阅都是对鲁特最大的支持好不好。那最近天气比较冷，也不要忘记多穿一点好不好，不要感冒了，因为鲁特好像就快感冒了啊。好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